们的安全，我们就能保证人质的安全。给你们五分钟。经过现场初步勘查，五名歹徒手中都有武器，参训的武警官兵决定立即展开抓捕。时间拖得越久，人质伤亡的危险也就越大。由于看到武警的出现，歹徒的情绪变得异常激动，在居民楼的二楼开始隔着窗户射击。我们已经等不及了，怎么还没有来？随即作战指挥员现场派出无人机对居民楼内情况进行勘查，同时要求谈判官兵与歹徒对话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这时两名武警官兵搭楼梯靠近居民楼二楼，试图进行抓捕。不过这一系列安排很快被歹徒识破，此时的歹徒变得躁动不安，一边不停地向武警官兵开枪，一边开始伤害人质。随即指挥员撤下了之前的包围圈，在现场临时制定抓捕战术。我们采取突击分四个组，突击一组、二组从东侧围墙，一分钟后，四个突击组展开行动，一组强行破门，在一楼将一名猝不及防的歹徒当场抓获，四组队员则绕到居民楼后侧，成功切断了歹徒逃跑路线。将居民楼一楼控制后，突击二组、三组立即将四名正准备开枪行凶的歹徒制服。主要的目的是锻炼指挥员分析判断情况，研究战法，定下处置决心，组织指挥能力，以及部队的